来吃他推荐的鸡米花。我点了薯条还有鸡米花。这个鸡米花蛮好吃的，我觉得比肯德基的好吃。他们都买鸡米花。现在要再考一个试，然后就放学了。对啊，文馨还有一堂课要考试，我已经要走了，拜拜，你就继续睡吧，拜拜了，好可怜。我现在要去搭公车。我已经到山下了，我现在要先去找比比叔叔，然后我们等一下可能去吃饭吧，因为现在才下午2:30，可是我刚刚中午只吃了鸡米花，所以等一下应该会去吃饭，然后也不确定等一下要干嘛，等一下跟你们说。到底在干嘛？我今天上学忘记带讲义，就是老师要不是讲义啊，那个我们要交的报告，然后老师就说你赶快去印，赶快去印，然后他就去帮我印了，直接跑去 Seven， 才不是嘞、欸。我们现在要去吃。大鼎猪血汤不是，鱿鱼瓶，你们看，在这边。加香菜，我比较喜欢九层塔。我们吃饱之后闲晃一下，决定等一下要看野蛮游戏。他吵着要看很久了。来无印良品买直角的袜子，因为他很喜欢穿，然后他买了三双，结果都不见了，就是这一种。哎，他写短袜，可是他明明就长袜。哎，哦，这个是短的，你要吗？圣诞袜哎，打6折，感觉在家还是可以穿哎，要不要买一个这个？你要买6双哦？没有啊，三个。最后还是挑了这个圣诞袜。我们已经看完电影了，都觉得第一集比较好看，然后第二集好看，但是没有第一集好看。然后现在差不多是9:30左右吧，我们要去吃晚餐，因为刚刚看电影之前没吃什么东西，想要吃火锅，所以等一下应该会去吃火锅。然后比比叔叔还在找说要去吃哪一家，我们在想要吃旺角或是个人的那种小火锅之类的。我们决定要去吃旺角。哎，可以过了。我们两个都点培根牛，是你学我的，就想改培根牛。哇，好多大蒜哦！会叫好慢，还咸啊！我现在要陪他去找浩浩，因为他没有公事要谈。但我是觉得这些东西应该还算蛮简单，就是每个人家，然后如果天花板的网路就都是我弄。好。嗨大家，今天是2019的最后一天了，等一下我要上山考一科期末考，考完之后大概2-3点之后就可以下山了。不过其实我跟比比叔叔都没有想到说今年跨年要去哪里，所以我们可能啦，就是会在家里面跨年，或是我们去河滨公园走一走，然后远远的看一下101的烟火之类的，如果没下雨的话，因为下雨我觉得撑伞然后又人挤人的有点太麻烦了，所以今天大概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跨年行程，然后现在赶快准备上山去考试。我今天里面穿了一个白色的高领，然后外面穿了一个草绿色的帽 T 跟这个外套，外套的边边也是军绿色的。然后我今天要穿马丁，因为下雨。
客运、台列车、往甲、我觉得他们那边肯定有的，不然怎么？家是住多远啊？我都到了。大刚睡着，对，我已经睡很久了。我们已经考完试了，现在终于可以下山了。这个人才穿两件哦，我看你是不是想活了？今天超级冷哎。我们现在要下山吃饭，你要吃火锅吗？来，走，火锅，火锅。跨年我们两个人吃火锅，太可怜了吧？各位，我终于都喝到了。我已经等了不知道多久。三方鱼也点这个，我鼻子超级红哎。我们现在金盏要吃海底捞。文心现在在玩这个数字游戏，要从一写到600，写到这边，然后不能涂改就可以得到一杯可乐。哎，是1000ml的哎。我们点了两份高丽菜。然后文心点了一个超奇怪的东西，哎，很好吃哎，这叫什么？根茎类拼盘。对，这个叫做根茎类拼盘，里面有一些芋头啊、山药、莲藕这种东西。然后我们点的汤是酸菜跟猪肚吗？然后这边是牛肉、葛根粉，点了两份，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哎，这什么？沙巴鱼、巴沙鱼。沙巴鱼，招待的馒头，馒头，银丝卷来，银丝卷。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了，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没事做了，要回家是吗？还要打牌，可是还有地方可以去哦。很，你要去吗？带多少回家？你们还记得我在就是平安夜的时候吐吗？然后后来我发现应该是诺罗病毒，就是它大概会持续1到2天之后就会完全痊愈，但是会一直传染给别人。然后现在文心已经是第4位被我传染的人了，他刚刚超级就是想拉屎又想吐。然后比比叔叔已经被传染了，然后比比叔叔的姐姐也被传染，还有我妹也被传染，所以现在已经有4位受害者了。然后现在是完全没事，天哪！哎，我真的要戴口罩被隔离了。我们现在要骑 GoShare 回家，然后再去和平公园跨年。出发！回家吃螺蛳粉。我们来买一些零食。看这个，那什么口味？哇，咸蛋黄。终于买到番茄的了，今天煮这个。他第一次吃番茄口味的萝卜王，好吃吧？讲不出话了。很番茄。很番茄。我们现在要出去跨年，剩下不到5分钟了。这里看得到吗？哎，看得到哎！你们看，这边可以看得到。我们找到了绝佳的位置。有警察。我们现在等烟火，剩5分钟，跨年了。很久没把你带。哎，好可爱哦，好开心。啊！5、4、3、2、1。
我们现在要回家了，新年快乐！要回家看《怪奇物语》。嗨，大家，现在已经6:30了，我们要去出门吃我们的第一餐。对，我们要吃的是这一间，叫什么？奥瑞冈意式餐厅，听说很好吃。我妹也跟我们去哦。嗨。他很早就起床了。刚那间餐厅就是他卖的东西，就真的很像我妹学校附近会有那种很便宜的意大利面的餐厅会卖的东西，但是他价钱超级贵，就是一碗面大概要300-400块，然后我妹点了一个那叫什么凯撒沙拉，然后我们以为会有鸡肉，结果里面完全没有鸡肉，要200块，所以我觉得真的可以不用吃哎、欸，对啊，就是完全不用来吃这一间，就是去吃汤面坊就好了。他很推荐汤面坊，汤面坊130呢，那还比较好吃，是不是？我们现在在临江夜市这边，因为他想吃冰淇淋。汤子这边呢，来，汤子好。BB 叔叔在那边排这个，排了超级久，大概半小时。但是我觉得这家很好吃，是那个之前说很辣，不是人吃的那个。我们之前原本要点大辣，然后是不是跟上次不同的老板？是同一个吧？然后那个阿姨就说大辣不是人吃的，然后不让我们点大辣。可是中辣真的超级辣。嗨大家，我刚刚在拍影片，这个影片呢是一个合作影片，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支合作影片，然后东西也是我真的用了非常非常久，就是真的有用心在实测这个东西，然后自己也真的很喜欢，所以跟大家分享的，所以到时候呢会再把影片放在资讯栏，大家可以再点上去看。然后虽然前面已经拍完了，但是后面还要实测，所以等一下我还是会带着这一台相机然后拍一些实测的部分。对，然后今天天气真的非常好，你们看太阳很大，然后也没有很冷，所以我今天就穿了一个高领跟一个短袖。等一下应该要先去吃饭，然后等一下想要带狗狗去散步，因为天气真的太好了。嗨大家，我现在在阳光下试色。等等，大家，我现在在实测这个粉底，所以呢我带狗狗来散步，想说今天太阳很大，所以可以晒太阳，然后可能流一点汗之类的，然后跟大家实测。我一次溜两只，就约在这边。把君爵绑在脚上，我才有办法拿相机讲话。这样勾着他。我已经带狗狗回来了，然后现在在这边洗衣服，因为我有很多衣服要洗。今天好不容易出太阳，想说我赶快洗一洗。嗨大家，我刚在家里剪了一下前面我刚刚录的那个合作影片的一小段，然后现在跟我妈要去 Costco， 所以我们要出门了，因为顺便要实测一下这个底妆，所以觉得还是出一下门好了。然后刚刚在撕嘴唇，被我撕破了，好痛！我就是你，抖什么抖？我觉得这个卸妆油超好用的，它是 Tees 的，然后它现在两个加大的才399哎，我想要买一个这个。BB 叔叔的妈妈说她也要买一个那个卸妆油，在哪里拿的？因为我们都觉得很好用。我刚才哪里拿的？
找到了这里，这个好棒哦，给狗狗坐车用的。B B 叔叔也有买一个，可是我觉得这比较好看。我买了一个狗狗的零食，还有一个这个西沙的，这个是什么？西沙的蒸鲜包，因为奈奈都不乖乖吃饲料，所以我都要饲料，然后加一点点这个，它才会吃。最近你不香香豆吗？对啊，又有洗衣机呀。我妈刚刚买了洗衣精，然后我们现在要下楼，我想要去买草莓的那个蛋糕，你知道吗？就是一盒的，然后方形的那个，那个很好吃哎。要不要买这个？我看不懂这个，我想买一个这个，哇，好重哦！天哪，乌龟玉米脆片。我已经回家了，然后刚下楼取货。我的桌游到了，因为我最近又订了一些桌游，给你们看一下。第一个是这个矮人矿坑，我是看到很多好评，所以我才买。我没有想到它那么小哎，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怎么玩，到时候再看看。然后我还买了一个随身版的狼人杀，因为我们当初都是自己拿白纸，然后在那边做，就是做签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觉得就是背面常常会不小心透出来，所以就觉得说干脆买一个这个，这个200块。然后最后一个是这个，也是很多人玩的阿瓦隆，我一直很想玩，但是这个要5个人以上才能玩，所以我们每次都少一个人。但是我想说之后应该蛮多机会会多于5个人的，所以我就买了这个，想说到时候来玩玩看。大概就是这样，然后现在应该快9点了，我10点半的时候要来结尾，就是整个实测影片的结尾，先给你们偷看一下。我觉得妆感真的是跟一开始上妆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觉得这罐底妆真的很厉害。给你们看一下我刚在 Costco 买的这个葡萄柚，它是已经剥好的，长这个样子。我现在来吃吃看，我觉得有一点点苦，但是我妹说很好吃。重点是很方便，不用自己剥。我考完了，出来上厕所。文心还没出来。文心出来了。我们今天想要去 A13，希望今天人不要太多。应该不会。我们上次去的时候真的超级多人，然后我们就直接放弃。外面还排队，还拉那个叫什么红龙？对，拉那个红龙。今天天气好好哦。你没事吧，这位同学？我们现在直接搭直达电梯到4楼，也不是电梯啦，手扶梯。我跟文心想要先吃饭，然后我们现在买了一杯饮料，叫做私房茶，一杯105，看好不好喝。就是这一杯，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它有一个碳的味道，它的珍珠有碳的味道。还好吧，但150真的有点贵了。我们现在要吃饭，肚子好饿哦，还不知道吃哪一间，因为每一间都人很多。我们现在在想要不要吃这一间思乡饼，应该是主要是吃牛肉面的。文心有话要说。它茶味虽然很重，可是大家真的国旗或是二，对，我真的觉得105块买这个有点太贵了，所以大家说难听话，还好，就是还好，105有点太贵，还不如买美好时光。我先点猪脚干面，因为它不能吃牛。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去逛那个乐高，对，然后我们刚刚经过4楼嘛，还是5楼，反正有一楼有一个小朋友的乐高，我们就以为结束了嘛，就超小一区，对，然后上网查发现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是3楼。对，我觉得我们刚刚吃东西现在吐了。我们今天一直太腻了。我觉得还好，就是美食街的食物，我觉得楼上的餐厅感觉比较好吃。到了，好激
激动哦！入场排队可以直接进去吗？哎，可以耶。我超级想要这个迪士尼城堡，可是这个要15000。这里是天堂吗？哎，你看这个有多可爱！你看，超可爱的。找到了，可是卖完了，全部卖完了，只能看了。真的超级可爱的，文心你一定要去看。会是谁呢？哎，为什么？我也要。好不可爱哦，好不可爱。好高点，我要踩到墙。买不到怪奇物语，只好买一个小吊饰。来，你觉得？我喜欢这个咖啡色，又是咖啡色的眼影，然后还想一个亮片色。我后来发现我每个角色都有挑到哎，然后好像还会送一个这个眼影的空盒。我来买这个的补充品，我买的是草本的味道。我叫文心也买了，我在整理房间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买了什么东西。我在 Etude House 买了4颗单色眼影，其实我都是为了这个联名买的。然后买4个单色眼影送一个这个眼影的空盒，我不知道这活动到什么时候哎。然后其实颜色我没有到非常非常喜欢，我最喜欢的颜色就是这个咖啡色，然后其他我真的是单纯为了收藏买的，但是我觉得很可爱，鼠年。然后因为文心有买一个单色眼影，他买这个，所以他就送了我们一支笔，然后还有一些每次去买 Etude House 都会有的一堆赠品。后来我们就去无印良品，然后我推荐文心买这个扩香，它是草本的味道，我觉得草本最香。我之前有买过花香的，但是我最后还是比较喜欢草本的。然后这个是补充品，可以倒在我原本已经有的那个玻璃罐里面。大概就是这些东西。今天要跟 Belinda 去候车站买一些东西，然后去咖啡厅。终于穿新鞋了，我今天好像有点穿太多了。今天天气超好的，我里面还穿了一个 Uniqlo 那个最热的发热衣，是2.25倍嘛，反正就是那个最厚的发热衣。但应该会把它脱掉放包包里面。等一下浩浩应该晚一点也会来找我们，还不确定。你穿得很过年耶，很像一个金元宝耶。我们要去买美材行，我们要去美材行买一些就是化妆的材料就是东西啦，就是要装饰那种。我们现在跑来耳环店买耳环，给你们看我们买了什么东西。我买了这个圆圈圈的耳环，这个钢的才30块。我们来买这个亮片，要粘在脸上的，就这个吧。我们还要买假睫毛，好像以前画啦啦队的妆的表演。看有贝壳哎，好美啊！我觉得我们要买这个，自己私心想要吧你。要这个吗？好。我们想要自己玩这个光疗。固定剂，这4个是一定要买的，没错。然后接下来买挑颜色，你可以挑你喜欢的颜色。你是小公主。各位，我这是要开店了吗？哎、欸，你要当我的实验品哦。我是第一个客人。对，这是他想要的火焰。现在好好，我换成绿色的，载我们回家，因为他们要来我家，我们要来玩我的光疗机，然后还要化妆。耶！嘿，大家，我们刚刚3个录了一个吃播加猜歌的比赛。
但是从到尾都没吃东西。然后我现在要来等我的组员开会，我们十点要用 LINE 的群组开会。这个人也在忙。还能？各位，我失败了，看他的手多失败。我真的不想拍，而且我想把狗饲料拿出来。嗨大家，看来我第一次做光疗失败了，还好不是在我手上。我刚才已经送 Belinda 还有浩浩他们下楼了，然后今天是礼拜六，但是我想说这个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因为明天礼拜天还有后天礼拜一我要跟 BB 叔叔去宜兰两天一夜，所以呢我就想说那就把这个 weekly vlog 停在今天，然后宜兰的那个影片呢我会再独立拍一个出来，所以这个礼拜的 vlog 就到这边结束了，希望大家还喜欢这个影片，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咯，拜拜。